滚蛋吧，废话！如果反应够快，人的牙齿真能接住子弹吗？不仅不能，而且会当场嗝儿。自古以来一直流传着大象死后会保持站立是真的吗？假的。肉在切开时为什么表面会跳动？这说明肉嘎嘎新鲜。那么多卖不完的库存车都去哪儿了？二手车市场。医院的医疗仪器为什么都放在底层？太重了，搞不上去。奥运会为什么希腊永远第一个出场？因为希腊是发源地。龙虾真的可以永生吗？可以。石榴籽到底能不能吃？可以。除了地球外还有其他的星球可以住人吗？没有。为什么跳蛛总会盯着人看？在观察人类是否对它有威胁。为什么宇航员在太空不能轻易放屁？屁里面有易燃物体，可能引发爆炸。砰！女儿的颜值是由谁来决定的？从生物学上来讲，女儿的颜值是由爸爸决定的。为什么禁止将北极熊送到南极？因为南极更冷，北极熊会被冻死，从而影响生态平衡。为什么宇航员不能在太空打嗝？打嗝会把饭喷出来。为什么绿色被称为世界上最致命的颜色？因为很多致命物质都是绿色的，比如镭，还有绿帽子也很致命。